我而家带埋嚟噶啦，我读俾你听下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更胜却人间无数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大人，你估我过目啦？大胆刁妇，竟敢私通家奴！ 害死亲夫全家十三条人命，而家人证物证俱在，铁案如山，证据确凿。我问你认罪？冤枉难招啊，大人！大人，唔好再打啦，佢顶唔顺噶。算啦，唔好再同佢撑啦。三堂为官，知道官场系靠个屈字，但系呢镬你未免屈得太过分。呢度几时轮到你讲嘢啊？唔好啊，要打！ 好啦。 戚巡视已经招认全部罪状，伊丽英判以极刑，秋后处斩。收监，去啦。大人，虽然戚家十三口唔系中毒而死，但亦都有可能系戚巡视雇佣杀手杀噶。而且嗰晚都有更老见到，常威俾人打啦。正话要用刑嘅，应该系戚巡视先啦。大人。 叔啊，加唔打得佢点算咧？爆饮毒就俾佢啦！神风宝剑，阿叔啊，睇清楚入边好喎，话唔知今次系院长嚟啫喎。神威，你以为着住黄马褂我打你唔到啊？喺我白面包精片面前，你冇得狡辩啊！等我用把宝剑将你逐只手指斩落嚟，问你招唔招供？